哥妹妹有意思。嗯，这样错了吧？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y night. Oh, I. You always swear that it's gonna change, but it never does. You only say you love me when you're high. It's like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y night. Oh, I. You always swear that it's gonna change, but it never does. Tell me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and act like this instead. I'm too old to want somebody's always switching up the friends. Me, but at least you could pretend. Skirts gon' lead the fist until I'm fucked out of my head. You play the same old songs. I know that you're different in your Air Force Ones. Put on in my prescription, I could bite your tongue. I got an addiction, yeah. You always say that it's gonna change, but it never does. Oh, you only say you love me when you're high. It's like we go. Through the same thing every night. Oh, I. You always swear that it's gonna change, but it never does. The Chain Smokers, hi.十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嗨，我是马克。星期五下班前，不管你现在在家上班，在真的公司上班，下班前要跟我们聊聊天吗？或是你想要继续分享你的一周大事吗？02-2363，啾啾喔喔。前消失不见，今天的什么都不对，楼下的店听见熟悉的音乐，谁离开我，谁爱着我，剩下一半的小火锅，别人挣脱，直到你出现。满天星光，月亮出来了，神魂颠倒，这是真的吗？解不掉你致命的魔法，谁叫我蜿蜒的弹跳，谁叫我崎岖的舞蹈，我爱你你知不知道、oh, Don't stop spongria、哎、想要见面有点抱歉，下午才跟你玩赏月，心放轻松，看着公园的落叶，摇摇晃晃，我的形状一边海洋一边天堂，你拉着我，这一步叫做永远。满天星光，月亮出来了，神魂颠倒，这是真的吗？管不住
戒不掉没自命的魔法，随着我火焰的弹跳，随着我崎岖的舞蹈，我问你你知不知道、oh, Don't miss that B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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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golia。卢广仲的狂敌，你够狂吗？02-2363-9955，嗨，你好，嗨，玛丽马克，嗨，我是五条悟的粉丝，五条悟粉丝你好，你好，我刚刚去买快筛，终于买到了，恭喜你，谢谢，因为原本没有想要买，但是因为上礼拜跟确诊的有接触。然后觉得还是筛一下，所以你待会要回家筛一下了。我昨天已经筛过了，但就是可能过几天要再筛一次，因为怕会不会有潜伏期之类的。好的，就是会之后才会发病或是怎么样。那你有任何症状吗？我现在没有，但就是因为有朋友。那为什么很想要？为什么要很想去做这个筛检？就是很想知道自己有或是没有就对了。不是，我是怕如果我有，如果不知道，然后传给身边的人，这样不好。有的话，我就要乖乖的待在家里面。哦，就是想说要去看医生，然后吃药这样子。好好好好，对，了解，就是这样子。祝你健康，谢谢，很开心跟你们聊天。我也是，拜拜，拜拜。机会的来临总是比较漫长，把情绪压一压还不能够投降，等到那一天我们再来大闹一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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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让全世界永远记得，不用再害怕，就解放你的渴望，珍贵成都归途，最后我们都一样。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我在群组看到有人的一周大事是说，我今天隆乳满一个月了。哇哦，你的是要按摩的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按摩的，但是你知道臭男生关心的就是那从多大到多大，多大到多大，从 B 到E呢 ？B 到是放多少啊？275、300、325。小 B 到大E哦。哇，那你要放的空间，就是你的皮肤弹性要很好，你才能放那么多、哦。而且好像要锻炼一下自己的核心跟腰背吧，不然的话突然会。多这么大的重量在身上、就是会一直放桌上啊，我都这样，切，笑死，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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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团的哈哈，你有什么一周大事呢？
昨天我收到一个私讯，然后他说玛丽玛丽，我听你在节目分享你去看痔疮是去哪一间，然后我就说蛤，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去看了痔疮呢？这是谁啊？他就说哦，还是我听错了呢？这听差太多了，这个，还是乱问啊？就是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是边可能工作，就是边这样听一听听一听，就觉得哦好像是那样吧，好像是那样吧，然后突然想到说他好像讲过痔疮，是他自己，我没有讲过痔疮，自己脑补吧。我还是怀疑我自己，难道我得了痔疮，但我却把这件事情从我记忆消除吗？喂，你好，你好，嗨嗨，你是？我是高雄小一，小一你好。欸，我要分享自己分享一周大事，最好可啊。哦，好，那我要分享的是我隆乳满一个月了。哇，就是你，就是你。哇，我来了耶！我打好久。那小一，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隆乳？哦，因为我有生过小孩，然后就是我们生小孩的时候胸部会胀得很可怕，那时候有胀到比一还大，快到 H， 哇，然后胸部都爆青筋，然后就是退奶以后就是什么都不剩了，胸部只剩皮，对，剩皮很大很大的袋子，对，所以每天看的都蛮自卑的，然后就连跟老公那件事情都不想，嗯，好，对，所以才终于下定决心存够钱就去做。那要存多少钱？20到36都有，看你要什么台，20几跳，对，20几跳，可以现在都有分期，还好啦，就当像还车贷一样，反正就是圆梦嘛。对啊，因为反正钱没有不见，只是变成喜欢的样子。奶奶，感谢你的分享，就可以放在身上。好，那我在10秒就要进广告了，感恩你哦。好好，拜拜。吓到了。入夜时刻不适合累得太紧。理智的情况不适合开机 ，Alright， 今晚原地尘嚣的败笔，床边的泰迪，这个本就世俗的烂命 ，Alright， 先吃快的干一煮，爽到天是黑的，酒喝的甜，宝贝的涨，烟都多喷的垃圾，嘴巴别的辣，旁边忙着扣扳机 ，Shot 没完也没看到有喊停，就没这多闪避，看对眼就勇敢去，才没这怕你个大西瓜。I got bows and I'm super bad. But what I made.多碰爽，那那些公公怕，顺便找点风后浪。看着几片天头的拿翘，都瞎闹瞎撒野就撒尿，牛丸都撒掉。哦，快回轻松的达标，看不顺眼统统都撒掉。走，忘了谦虚，原来被你吵架的电脑的野性。都忙着前进，忙着多抱个美女，再扛着回去，一切都是天意，用最棒的点心。Yeah， 敢问玻璃装的 ？Yeah， we party。Liar, why not? So call me Dollar Tree. I got bows and I'm super bad. But what I made.吕士轩大特醉。
喂，好。哎喂。嗨，你是？对呀。喂 ，Hello。Hello。哦，哎，请问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吗？是的。哦。那个我同事超级喜欢你们，他现在已经去旁边尖叫了。你们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上班。你们刚好在上班。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是杂志业。哎呦，我刚刚用了三支电话打给你们。杂志是哪一方面的杂志啊？我们是时尚，时尚哦，不能说哦，不能讲啊，因为他们听起来集体没在上班哦。某家时尚杂志啦，对对对。然后想说那个一周大事，就是我今天要离职了。就哎、欸，你离职怎么你同事这么开心？啊，因为大家很痛苦啊，好辛苦哦。没有啦，但听你们的电台很开心，让我上班有很快乐。赞哦。所以你接下来要放假在家吗？啊？什么？你接下来是要放假在家吗？对，先休息一下。嗯。啊，你有没有什么要讲的啦？哦，谁？哎，那个，哎，同学，不要！他上次有在捷运站遇到玛丽，对，然后他很开心。对对对，但他现在很害羞，快点啦！不要打扰他，快点分享一下。他下礼拜要去见他男友，他很兴奋。对，他们已经远距，然后已经因为疫情一个月没有见面，然后他很伤心。哦，所以男友还是在台湾嘛？男友在台中 ，OK。然后我们在台北，嗯 ，OK 啦。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啊，我好像一群大学生哦。我刚听到我自己的 OK 了 ，OK。网络没问题 ，OK。OK。今天来我家弄 ，OK。OK。I'm an OK man。OK。罗志祥的《一万零一夜》。
touch the sky. Can't stop, cause we're so high. Let's do this one more time. Nicki Minaj Starship， 已经一两年不能出国了，你也是一个会用历史回顾来看看啊，三年前的我在干嘛，四年前的我在干嘛，五年前的我在干嘛，我去过好多地方哦。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你要跟我们聊聊天吗？嗨，你好。嗨嗨。嗨，你好。怎么称呼呢？我是台北东区的花雨木。花雨木啊，对，好诗意啊。花雨木，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想要分享一下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我姐的 FB 在这礼拜被盗账号，被盗了四天。嗯。然后我们想要提醒分享给观众朋友几件事情。第一个，请大家不要把所有的密码、所有的账号设都设一样的，这样会很容易就是全部一起沦陷。然后第二件事情，如果你的亲朋好友社群账号突然抛出要贩售商品的讯息，而且价钱是非常低的，麻烦请不要以为他会用这么便宜的价格贩售，有可能是诈骗哦。对对对，主要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两点，谢谢你们。好的，谢谢你哦。拜拜。我呢，在这个礼拜有一天早上起床，就收到了我们的青春点点的版主翔翔的来的讯息。嗯，然后四点多吧，他四点多的时候，然后就说哥被盗账号。嗯，然后你心里有一惊吗？我想说啊，什么？我应该没有吧。后来他就贴就是青春点点有一个 po 文，然后在 po 文上面呢，就是。就像刚刚花雨木讲的，很便宜很便宜的讯息，然后内裤吧，然后那些都在卖内裤，然后就是很便宜的价格，然后我就看一下说，不是啊，这是我们的业配，我们的业配就是这么便宜，他的内裤现在就真的便宜啊，就真的便宜，而且这么便宜之外，用我的折扣码还在打折哦，所以是不是你必须要跟内裤一起入境？大家才会觉得那一篇不是在骗人，因为我们毕竟贴的就是一张内裤的照，就是也不是内裤照，就是厂商的宣传啦，他们的文宣啦。可以啊，但你就要再多花工啊，你要再做这件事吗？你照拍的还不够多？大家放心，千人点点没有被盗账号，那篇内裤是真的，他现在真的就是这么便宜。是的。我长得弯弯翘翘。低头看看你的内裤多久没换了，是不是边边都松了？
是不是破了一个洞？哎呦，因为我脱内裤，发现我的指头穿过那个内裤。怎么那么扯啊？我才吓到，我内裤怎么破了？但你真的有乖乖的半年就换内裤吗？我不太相信有很多人这样做、欸。我觉得要根据你的内裤量、就是你内裤是很多嘛，你那一件是真的是你久久才会穿那一次，还是你的内裤就那一些轮掉？哦，因为你内裤量本来就要少，你真的就是要越快换它，因为你就是很常穿它，你很常使用它。哦，啊，如果内裤破洞了。就真的要丢啊！如果你的内裤原本是下面平口，明明就合合的，好，一直变丁字裤，那个也要丢。你不要再在路上拉你的内裤了。起立，蹲下，起立，蹲下。请你来电我，我是虾，来自我介绍，如甲壳类，营养价值好。请你来电我，我是虾，往清水里游。需要饵，给我咬。卡路里低，蛋白质高，换肥面瘦都能把我吃掉。我好新鲜，我好美味，我早就准备好让你骄傲。我亲爱的 baby， 随便想破壳就可以靠。我亲爱的 baby。放弃一切，到彼此生命灰飞烟灭。我愿为你痴狂迷恋，轰轰烈烈的沦陷，魂牵梦萦每一天。沸腾的心跳热血，缱绻缠绵每一夜。我们的爱不用为谁。放逐世界，陪彼此一起远走高飞。我愿为你粉碎是非，奋不顾身的狼狈，勇敢无畏每一天。愈合的伤痕随便，流言蜚语每一夜。我们的
萧秉治的毒药。大家快躺好，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好慢哟。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心理师就问到了，早安，蛤蟆，你这星期过得如何呢？欸，我不是很确定，欸，我怕我自己又要开始忧郁了，我开始感到个担忧了，我还以为比较好了。为什么你这么觉得？欸，我觉得好像你交代的作业，我发现我童年回忆某部分让我非常非常痛苦，现在就是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悲伤，我就开始哭了。过了一会呢，心理师问他有没有好一点。有，奇怪，真的好一点啊。啊，你悲伤的原因是真实可见的，你想起那些不快乐的时光，当然就悲伤了，有不快乐的情绪就哭了，那你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解释呢？哎，可以吧，但我不喜欢这样哭啊。嗯，我相信你不喜欢，但你要增进对自己的了解，你就要跟自己的情绪做连结，去理解这些情绪。如果你否认他们，无论是无视还是压抑，结果就会像被截肢，像身体某个重要的部位被切掉，你就变成一个残缺的人。欸，所以哭没关系吗？可是我记得我爸不允许我哭，欸，我哭的时候他就会说，你给我停哦，不然我要生气哦。但我当然就只好停下来啊。你可以做选择，看你要继续听那个已经过世的爸爸的声音，还是你要自己做主呢？哈？什么啊？什么做主啊？我只是在想要不要哭，欸，你不觉得讨论什么已经过世的爸爸声音这个有点小题大做吗？蛤蟆这个时候呢，非常非常专注，他的眼泪已干，很认真在听心理师在说什么。心理师说，一个简单的提问就可以引发其他许多重要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对你的学习跟领悟的作用很大，也就会对你的整个人生有深远的影响啊。那我现在心理师啊，要切到老师的角色中，为你提供更多的见解。之前提到了儿童自我状态，还有自然型跟适应型啊。那你的童年谁对你的影响最大呢？哦，当然是爸妈啊。嗯，然后还有祖父母啊。爸妈，爸爸是严厉而正直，我记得他为了这件事那件事责备我，他会以非常不满的眼神看我，然后会叫我的全名说，蛤蟆，我到底要跟你说多少遍啊，不可以这样做。他总是在骂我，在批评我，那我就接受他是对的啊，我是错的啊。他这样想的话，他对我的责备又变得很合理啊。他是不会打我啦，他只要用一个眼神我就闭嘴了。而且呢，他对我从来没有好脸色，他从来没有很疼爱我。他最严厉的处罚就是用冷冰冰的语气说，回吧，回到你的房间啊，你准备要道歉的时候才可以下楼。我记得他有跟我玩过几次啊，结果不太好。也许是因为我太渴望得到他的爱，我会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我从他的膝盖上面推下去，然后对我妈说，我真受不了他这样子啊，然后就走了。我当场放声大哭。嗯，那你的母亲呢？那他就很听我爸话啊。我觉得我跟妈妈比较亲近，他偶尔会抱我一下，不常啦。那爸爸发脾气，我就去找妈妈，他就说，孩子，小傻瓜，爸爸没有那个意思。那他好像很习惯把我当婴儿对待，欸，每次运动会他到学校看我，我就觉得很尴尬，因为呢，他就是会在其他同学面前叫我说，嗯，亲爱的小蛤蟆，还要帮我梳头。那你长大后情况有改善吗？不，一点都没有。我读大学的时候邀朋友来家里面，爸爸就会批评我，妈妈让我难堪。那有一次甚至在朋友面前问我说，啊，你今天有没有换干净的内裤呢？现在我当然觉得可以当笑话讲啦，因为我向你保证，那时候很尴尬的，我完全笑不出来啊。只求你一句爱我。现在在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穿干净的内裤呢？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趁母亲节档期，在青春点点点有优惠嘛，让你穿个干净的内裤、哦。我竟然是看到哪个新闻啊？反正日本一个女艺人，但已经是年纪蛮大的女艺人，然后就是她省钱的撇波，她跟她婆婆共用内裤。What？ 我觉得真的不必吧？这个不行吧？嗯，对哦。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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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要给你幸福。林宥嘉走钢索的人，听说呢，今天开始会变天哦，所以你早上进公司，跟你晚上如果晚一点离开公司，可能天气不太一样，或者你要晚点回家，提醒你要注意天气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是玛丽，我是马克，拜拜。吞噬寂寞，干脆我赤裸，回忆在左手，未来在右手，谁又会同情我？谁又会